让我哋咧都，我哋眯埋我哋嘅双眼啦，系啊，眯埋我哋双眼，我哋咧先将我哋心去打开啊！好欣赏咧，弟兄姊妹咧早都翻到嚟，喺敬拜之先咧，我哋都已经嚟到神嘅面前，嚟到神嘅家里边。系啊，我哋举起我哋手啊，让我哋咧先将我哋嘅心去敞开。系啊，有时咧我哋用自己嘅力量，我哋好想个心里边咧，好想去热烈嘅去赞美，热烈嘅敬拜。但系无奈咧，好似我哋所遇见嘅事，好多嘅问题，好多嘅难题，好多咧甚至令我哋沮丧嘅事。但系今日我话俾大家听，虽然我哋经历呢啲事，但系神系为我哋征战嗰位嘅主，阿门。我简单讲一个见证，因为我发觉咧好深嘅感受，今年2023年咧，当一踏入2023年里边咧，无论我自己嘅家庭啊，即系牧者嘅家庭，可能咧你遇到好多弟兄姊妹或者你嘅小组，都经历咧好多艰难嘅事情。但我话俾你听，神所做嘅嘢咧，系往往咧系我哋可能我哋等候咗好耐，或者我哋眼。在现在这个状况我们看不到的，心里面说，唉，神啊，你几时听我们祷告，你几时呢，即可以改变这个环境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在12月31号我就一开始未开始踏入2023年呢，我就经历了一个好，即原本我那晚呢在即个深宵祷告会呢要带敬拜，但正正当日我爸爸就入了急症室，入了医院，我不能够去服侍。跟住他前两一两个礼拜，他朝头早起嚟，突然间只左耳完全失去听力。但系弟兄姊妹，我而家仍然可以笑住。你知唔知点解我而家仍然可以笑住？因为开头我都觉得，哎呀，神啊，点解啊？但是正正就是我爸爸经历这些的问题，这些的困难，我自己经历这些挣扎的时候，神就开条出路。我爸爸很久很久之前在差会上曾经缺过字，但一直都没有跟随主，都没有即心里面，我们回家吃饭他都会祈祷的，一起的。但正正就是他不能够知道自己，不能够去掌握他，他说突然间听不到的，为什么会突然间听不到的、但是正正这个时候，神就让我可以带领他一句一句开声去决志祷告。是啊，这个我想不到啊，我等了很久啊，等了很久。是啊，神爸爸，你几时可以认识神多一点啊？但是就是好像一阵我们唱的诗歌，我们虽然眼见不到，但原来神一直一直都为我们征战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不要放弃，当一踏入2023年，为什么我们这个 的主题是什么？激活信心穿越前行，不是单单一个口号，正正就是我们经历这些那么艰难的时候，你敞开你的心，你让神去激活你的信心，你就看到神的神迹，看到神的那种奇妙的作为。弟兄姊妹，我哋一齐好唔好啊？我哋一齐进入呢个2023年，一齐咧去。虽然我哋经历好多唔同嘅事情，但系我哋有信心，因为咩？神系为我哋征战，而且佢喺呢个征战里边系一定得胜嘅，系咪？不如你揾两三个人讲啦。系啊，神嘅征战系一定得胜嘅。是啊，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宣告。虽然眼不看见，万军是会软压我，相信你的心气为我们开路，敬拜宣告的神，祝你尽在心神迹，相信你的同在为我们征战。我们再来啊，虽然眼不能见，万军
是会环绕我，相信你的心情为我们开路，敬拜宣告的神，祝你尽在身上记，相信你的同在为我们增加，扬声歌唱，扬声歌唱，敬拜神，你才成就你，信心举手赞美时，你的能力要稀奇，将你得胜，真战的是在于你，真战的是在于你，你相信带路的完全不为我，才没事求你到底，小妹，真战的是在于你，真战的是在于你，也转化你的生活信心变成不道具的心的心情，只要我们知道你是为我们得知那位人，是啊，所以我们不再惧怕，哈利路亚，虽然眼不看见完全是会环绕我，相信你的心情为我们带路，宣告的神，祝你真假心神奇，相信你的同在为我们成长，再来啊，虽然眼不看见，真的眼不能见，完全是会环绕我，相信你的信心为我们带，祝你正在心神迹，相信你的同在为我们成长，扬声扬声歌唱，敬拜时你在追求你来得及，信心举手赞美时你的能力要稀奇，还要你再来扬声歌唱，扬声歌唱，敬拜时你产生求你，信心举手赞美时你的能力要神奇，来我们再来啊，带着信心扬声，扬声歌唱，敬拜时你产生求你，信心举手赞美时你的能力要心情，真战的是在于你，真战的是在于你，你心情太不快忘记不为我，他就是兄弟道理，真战的是在于你，真战的是在于你，耶和华你的生活信心被占住，要记得心里心情真假，真假的是在于们，真假的是在于你，你心情太不一样，完全不我才不是求你道理，真假的是在于你，神在于你，耶和华你的神，我心经被征服，要记得神的心意，真战的神在于你，你心经在路的完全不为我，但你是属地他里，真战的神在于你，真假的神在于你，耶和华你的神，我的心被占据，要记得是你心情，再来争取，真假的神在于你，真假的神在于你，你心情在里有完全为我，但你是受的道理，
的心里提起。主，多谢你为我哋，永远都系为我哋征战各位。系啊，主要让你咧呢个征战，让我哋即系带住咧，即系喜乐嗰种嘅声音咧嚟去赞美你。系啊，因为咧你嘅征战系让我哋得胜，唔单止你自己得胜，你让我哋生命咧都能够得胜。系啊，让我哋咧可以继续前行，穿越前行。阿门，哈利路亚！我哋俾一个大嘅掌声，我哋主，哈利路亚！系啊，叫我哋带住呢个种嘅喜乐，呢种嘅动力嚟去赞美主嘛。OK， 阿门。我心充满了爱的，要高举住生命，听见神的声音，一风吹进我的心，我灵已被感性，生命已被复兴，主的恩膏在眼前，我跟着就在这里，我心充满了爱的，要高举住生命，听见生命的声音，一风吹进我的心，我灵被感性，生命已被复兴，我有喜乐，我有平安的心，你生命每天充满我，赐给了我信心，我的生命充满赞美，生命主耶稣，你的话语释放我心，主耶稣在你心。阿门。我感觉就在这里，我心充满了爱你，要高举住生命，听见神的声音，你风吹进我的心。我灵已被更新，生命已被复兴，我有喜乐，我有平安的心，你生命每天充满我，赐给了我信心，我的生命充满赞美，生命主耶稣，的话语释放我心，我的孩子，阿门。我的听你的声音，我主。主你的恩膏云行啊，主的恩膏在人心，阿门。我哋呼求你，主在这里，喺度主，要高举主圣名，敞开我哋心啊，主。生命已被复兴，我有喜乐，阿门。我有平安的心，你生命每天充满我，赐给了我信心，我的生命充满赞美，生命主耶稣，你的话语释放我心，我有喜乐，我有喜乐，哎呀，我有感觉你的喜乐是从你而来。阿门，充满我的心，哈利路亚，我的生命充满赞美，生命主耶稣，你的话语充满我心，来哈利，我有喜乐，我有平安的心，你生命每天充满我。
我的生命里充满赞美生命，你主耶稣，你的话语释放我心，你主耶稣，你的话语释放我心，你主耶稣，你的话语释放我心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你释放我的心。哈利路亚，那些的爱，我有喜乐，我有平安的心，你生里每天充满我。寄给了我信心，我的生命充满赞美旋律，因主耶稣，你的话语释放我心，我有喜乐，我有喜乐，我有平安的心，你生命每天充满我，赐给了我信心，我的生命充满赞美旋律，因主耶稣的话语释放我心。系啊，主唯有你释放我哋。系啊，主唯有你让我哋经历真真正正嗰种嘅平安，真真嗰种嘅喜乐。哈利路亚。主你是配得我们每日用我们的声音来去赞美你，我们口里面心里面充满着赞叹的声音，是因为你是配得那位，你亦都是唯一那位。哈利路亚。是啊，主你配受一切的赞美，一切的尊崇。受最高赞美，完全地响应主天唱和，来转送主圣命，超乎万美，让我们挖实苦苦敬拜他，因他圣命万实要归拜，让万后承认他是主耶稣，全能神给我荣耀你，但愿尊贵重赞我权能都归于你，都归于你，愿尊贵颂赞我权能都归于你，都归于你，主耶稣，为我赞赏意配得，系啊，让我哋一齐嚟，耶稣，耶稣，你配得至圣尊荣，耶稣，
朗受最高赞美，完全地响应主天唱和，来转述主圣命照呼万里，让我们温室夫妇敬拜他，因他圣命万实要跪拜，让万口承认他是主耶稣，主真受命，但愿尊贵颂赞和权能都归于你，都归于你，愿尊贵颂赞和权能都归于你，都归于你，主耶稣，威武赞神意。高举我们的手，将这种的赞叹，这种的赞美去献给主，高举我们的手就是代表我们降服在主的面前，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，我们必须降服在祂的面前，主唯有你是配得，主当我们越看见我们自己的微弱，我们的渺小，我们就知道你的伟大，是啊，主帮助我们开启我们每个心，让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，耶稣，耶稣，你配得至圣尊位，耶稣当受最高赞美，完全地响应主天唱和，来转述主圣名超乎万里，让我们屈膝俯伏敬拜他，因他圣名万实要跪拜，让万口承认他是主耶稣，来转送主圣名照呼万里，但愿尊贵颂赞和权能都归于你，
圣灵可以开启我们。系啊，弟兄姊妹，让圣灵嚟触摸你。坚固我哋，敬拜当中感受到，当我哋今年开始讲紧，我哋要激活信心穿越前行嘅时候，感受到我哋当中，我哋有啲朋友，有啲弟兄姊妹，个人。要面对事情的时候，那种信心是慢慢起来的。神提醒我，你们对人那种关系的信心又是如何呢？感受到当中有一些人是面对一些紧张的关系，有些破裂的关系。在箴言书27:17这样讲，以铁磨铁，越磨越利，朋友当面琢磨也是如此。神将我们同人，将我们每一个人，这么多人走在一起的时候，不是要我们单打独斗，而是我叫我们一起连结生活。是啊，这个就是一个铁磨铁的过程。我们是要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的时候，铁磨铁磨出的火花是会不舒服的，甚至乎有人会辣亲烧伤，当中有一些人因为这些的痛退缩逃避避开。但今天神提醒我们，朋友伤感，朋友彼此的琢磨，就是要我们更加能够成长成全。愿意我哋咧，即系唔好怕呢啲嘅唔舒服嘅位啊！系啊，甚至乎过去日子里面有人亏欠咗你，或者你亏欠咗人，我哋都唔知道点样面对嘅时候，我哋就求主俾我哋更大嘅爱。喺腓利门书里面，保罗点样讲嘅咧？就是说，我虽然靠着基督放胆吩咐你做合宜的事，但是保罗都宁可凭着爱心去求你做一件事，就是接纳他在捆锁所生的儿子亚尼西马。保罗甚至讲啊，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，如同收纳我一样，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，我必偿还。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，我并不用对你说，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。弟兄姊妹，当我回想 我原来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的时候，保罗竟然可以这样用他的大爱，他代表着神，代表着耶稣，用他的大爱来跟我讲这番说话。主啊，求你就给我这份的勇气，这种的平安，去面对那些跟我关系有破裂的人。是啊，不要再计较当年是他老土还是我老土。是啊，主啊，求你给我们那份出人意外的平安，给我们那份勇气去再面对。是啊，要穿越的不单只是事情啊，更加是我们同人的关系啊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啊，求你怜悯我们啊。是弟兄姊妹，都让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在我们的祷告里面，你自己的祷告里面去回应主。是啊，刚才圣灵藉着弟兄的分享，可能在我们心里面被触动，被提醒，被鼓励，
是啊，就让这一刻我们放低自己，在你的心里面去回应主。哈利路亚，那些呢主啊，我们能够去真真正正回应你的时候，就是当我们看到你是至高那位的主，当我们同别人好像弟兄所分享有严酷在关系上面有状况的时候，或者在服侍里面有状况的时候，让神让圣灵再一次提醒我们，我们怎么去有这种力量去摆低呢，去放低呢？唯有我们真的从心里面降服，完完全全的尊崇你。是啊，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尊崇你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这个放低的能力，放低这种的勇气，这种的力量，因为我们不会再计较，我们唯有单单望着你，让我们都这样去回应。颂赞我权能，都归于你，都归于你，愿尊贵颂赞我权能，都归于你，都归于你，主耶稣，永无赞赏以至但愿尊贵颂赞我权能，都归于你，都归于你，愿尊贵颂赞我权能，都归于你，都归于你，主耶稣，永无赞赏以至但愿尊贵颂赞我权能，都归于你，都归于你，愿尊贵颂赞我权能，都归于你，都归于你，主耶稣，我们举高我们的手，但愿尊，是啊，主，一切都归于你，是啊，主，我们呢愿意放低我们所有，都归于你，都归于你，是啊，主，我们相信呢，你悦纳呢，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这种的敬拜，是啊，愿我们放低的时候，你就被高举。Hallelujah.
是耶稣，为我赞赞你自己耶稣，主耶稣，为我赞赞你自己。哎呀，天父，我哋真系感谢你啊！多谢你今日提醒我哋，真系要修补我哋同人之间嘅关系啊！系啊，主，即系可能咧有人得罪我哋，但系主啊，你都系咁样饶恕我哋嘅时候，我哋都愿意咧去饶恕嗰啲得罪我哋嘅人。主啊，求你就帮助我哋，即系开启我哋嘅心，让我哋知道咧，神你嘅恩典系何等嘅浩大，你嘅恩典咧可以帮助我哋同人咧重新建立呢个关系。我哋多谢你，耶稣。我哋多谢你，将荣耀归俾你。主，你听我哋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嘅名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